色素的以后
净，好，把那颜色擦掉，好，把它擦干净，好，擦干净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来调第二次哦，哈，第二次再倒二分之一，好，一半哈，二分之一，调第二种颜色喽，哈，调第二种颜色，好，好，第二种颜色，我准备来调蓝色。现在丽人还为大家介绍是我们山茶油屋也会使用到的精油，那我们总共提供了六种精油，那现在介绍那每一种精油它的功能功效是不一样的，那你们等一下可以去做选择，那第一种就是茶树精油，那茶树精油呢它可以提振我们的免疫系统，还有我们的免疫系增强免疫力，第二种就是我们茉莉花精油，我们称为精油之王，它有皮肤可以恢复的皮肤的弹性，还有干燥及淡化皱纹的效果，再来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玫瑰精油，玫瑰精油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，那它我们称为精油之后，它可以调理我们的身体，平衡的身体，调理我们的身体，那我们可以达到放松心情的感觉，再来第四种就是薰衣草精油，可以降低高血压，那对失眠非常有帮助，对失眠非常有帮助，还可以安抚我们的心悸，容易心悸的人可以选择薰衣草精油，第五个就是我们台湾的 Enoki， 那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台湾的 Enoki， 那怪物精油也是有效可以减轻我们的疲劳的效果，疏解压力紧张，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果核精油，在很热的时候很适合的清凉洗脑疏解疲劳，用于开车疲劳防蚊都非常好用，那总共我们提供了六种精油，那大家只能够选择一种一种香味，那等一下我们会帮你们服务，欢迎各机关团体以及学校社区活动